力。我只要说，这个人就是这个做事，他就是他在做，因为他做出来都是那个样子。一个年轻的法师到老了，开了一间寺庙，反正我们都知道他在干嘛，这样而已。因为他没有佛的讯息在里面，只有他个人的思想行为在里面。所以一定要深入经藏，这个深入就是一种观修啊，这个深入就行深般若，你要进入佛陀的心，所以你用念佛、用诵经、用观修持咒，跟佛合在一起，再以佛的心去做社会的事情，就说我们慈悲智也好，生命电视台也好，不管你在放生也好，你必须用佛的心去放生，用佛的心去做烟供，对你才有帮助。不然呢，浪费了，重复一个功德啊，变成放五只鱼，变100只鱼，变2000只鱼，但是对你没帮助，因为你要问你自己，平静了没有，有没有力量去帮助众生啊？特别我们现在在超度，超度是靠佛的力量，不是我们的力量。你超度，你就像刚刚这样念经，跟他说明，他就超度了。因为他的心得到了很大的佛的思维的加持，啊，经典的直接入心，所以把《佛说阿弥陀经》拿来观修非常好，啊，当然你要先了解，把几个善知识，叫五义大师也好，宾中法师也好，解说的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你看过一遍了，然后大概意思你抓到了，你就抓到里面你懂的意思去观修就好了，就非常够用了。然后就把这个思想传递给众生，所以念下来，菩提心进入空性，利益众生。嗡啊吽，记住啊，这是改迁的末界的时修为非常，因为他经常念嗡啊吽，嗡啊吽，你要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入我心，阿弥陀佛透过你的心去利益众生，嗡啊吽，然后将来圆满。好，念一下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好。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。连假结束后，防疫勿松懈，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共同降低传播风险。连假期间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，应自主健康管理14天。外出时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，在家时请维持社交距离。若身体不适，请在家休息。若需就医，需佩戴口罩，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。经医师评估后进行采检，在确认结果前请留在家中，不可外出。即使检验为阴性，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。若无出现任何症状，可正常生活，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及延后洗牙等非急迫之医疗。请国人配合防疫，共同团结守护家园。
阿旃塔石窟雕刻之美。阿旃陀石窟的雕刻品可分为佛教造像与装饰艺术两种。早期的作品由于风化残损已经很难辨认，到了中期雕刻艺术更趋成熟，晚期则达到十分精美的程度，因而创造出许多优秀的作品。其中第十九窟雕刻技法纯熟，人物力量充沛，足为阿旃陀石雕佛像的杰出代表。第十九窟约开凿于五世纪下半叶，属于后期肢体窟，平面呈马蹄形造型，窟外设置庭院，门外壁面及庭院侧壁有大量的浮雕装饰。以肢体窗两侧的药叉最引人注目，此二项皆带宝冠，卷发成束，面相庄严，造型显示，细节雕刻极为精致。而龙王像位于庭院右侧壁及门壁上方。在古印度，龙王与药叉同时被视为庇佑子孙繁衍的守护神，两者互位于窟门，貌似有护佑佛教绵延不绝之意。几多王朝时期的雕刻，由于受到鹿野苑造像的影响，佛像穿通肩大衣，无繁复衣纹，神情庄严沉静，展现出觉悟圣者的禅定之美。佛坐像位于大厅右壁，后方的速度波基座正面设龛，内雕立佛像，大厅和侧廊间的列柱柱身、柱头及窟顶横梁早有许多佛龛，呈现诸佛共聚一堂的庄严景象。阿旃陀第二十六窟位于西段，约开凿于五世纪下半叶至六世纪上半叶，为阿旃陀石窟中规模较大的肢体窟，亦是后期洞窟的代表，以精美的雕刻著名。该窟平面呈马蹄形，窟外设门廊，窟门上方开有巨大的肢体窗，壁面雕刻华丽。屋内大厅环列立柱二十七根，隔出大厅与侧廊，列柱上雕拱掩壁，二者均布满浮雕装饰。大厅后部设速度波，椭圆形覆波上浮雕飞天，平头上之立伞稍有损坏。基座高大，正面开龛，龛内雕一尊已坐佛，足踏莲花。龛侧雕有两圈薄衣贴体的礼佛。两侧壁栏雕有等身大小的佛像，多为三尊形式。壁面龛内诸佛皆有高肉髻，
如法浓密，面相圆满，身躯宽厚，着薄衣贴体袈裟，体现几多王朝佛像样式。右臂有释迦牟尼佛降魔成道的浮雕，佛陀结跏趺坐，右手下垂，掌心向外，坐与愿印，场面壮观，刻画生动。位于大厅右壁的佛涅槃图，描述佛陀于万籁俱寂之夜，为弟子宣说教诲后入涅槃的情景。佛座吉祥卧，面带微笑，神态平静祥和。祖尊身长 7.27 公尺，为几多王朝样式，为印度现存最大的佛涅槃像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接下来请收看空中佛学院。